年才27呀、啊，你这辈子不完了吗？还想说媳妇儿？你处过对象吗？是啊，你有过对象吗？啊、没对象啊，没有啊。阿珍为啥不跟你了？你告诉我。垃圾的怎么样？阿强，你告诉我，阿珍为啥不跟你了？废物的事情不用再说了，自己废物的事情我也不想。不是，那我现在就是想激励你，你能不能争口气？你学点啥行不行啊？你不行，给那天咱说那个糖葫芦那个创意拿出去卖点糖葫芦行不行啊？那智商不高，你让我怎么挣嘛？那跟智商有啥关系？你但凡会用手机，那我觉得智商都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我实话实说，我搁网上花30块钱做的 IQ 测试，最后那个结果根本不重要了。我做完测试交完30块钱，我发现我智商肯定没过百，我指定80以下，要不不能交30块钱。我感觉我们跑题了。那、啊、不是跑题了，哥们儿，那你自己现在混成这样，你老关心那些虚无缥缈的德州，因为佛州不让人家那美国黑工，肯定是他们都坚持不了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先想想你的4600怎么提升到5000吧，凑个整。你还要躺平？你都开始挺尸了，你整点正用的呗。我现在说的是，咱们村对咱们不好。对你怎么好？就像你这种情况，你27岁挣4600块钱不思进取，怎么对你好？怎么能体现出对你好？你说说你的诉求，我听听，应该怎么样？你告诉我，应该让咱这些大哥全部都出去，然后咱这边就工价就高了，然后老板就说你是说从底儿往下刨吗？把那些不行的大哥全刨出去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指定是第一个被刨出去的，哥们儿。我是有理智的呀，我你有啥理智？那些大哥至少比你都行，我告诉你，那走就算走过来，大哥人家得花30个 W 人家掏出来。你讲话，你3000多块都是负债选手，你连走的钱都没有，你还跟那些大哥相提并论，你都不抵那些大哥呀？我怎么不比那些大哥了？我那大哥能花30个 W 走出来，你走一个我看看，你掏个30W， 铁子，你先把那3000还上，行不行？你给我刷个那个什么？我给你刷个什么？你告诉我为啥跟人借3000？马上给我刷！我听听你为啥跟人借3000？没有换工作了，从4800变成4600了。你是怎么往下跳呢？跳槽怎么往下挣呢？为啥会越换越少呢？之前那份不买社保哎，现在这份买社保了。那你是亏了是赚了？赚了。赚了，然后换工作了，没钱租房了，兜里面属于一分不剩，是不是？然后突然间那个换房子也好，这个巨大的开销也罢，然后这个工资没发上，所以欠了3000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你现在兜里攒了多少，准备还人家了？还等开工资呢，都还没开工资。几号开工资？15号之前吧。15号之前，你认为你平生除了上互联网关心别人家大事以外，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能挣钱的东西？这3000我可以给你掏，我可以这么先告诉你啊，我不是在这跟你扯话题，我可以给你掏。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？我就是说咱们村对咱们不好。你别管人对你好不好，哥们儿，不可能。就算咱们村对。就是改政策了也轮不到你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你是属于纯边角料了，你纯挺尸了，你现在就是想让别人伸出援手，你得把手伸出来吧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要往上爬呗？你不往上爬，你不等死的吗，哥们儿？你27岁挣4600块钱，你讲话你还能外面欠3000的选手？你不思进，你今年要46，我一点不劝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年46岁，有一点不劝你，你这么挺着吧。你27岁啊，26岁。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你现在真正你幻想当中，你不用再抱怨社会了。你放心，你这种情况，全世界你到哪儿也救不了你，啊！全世界这个地球上没有适合你的地方了，必须得自己做出改变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改变咱们是肯定要改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幻想当中什么活既是你感兴趣，你又认为你能学得进去，然后你还就是咱说兴趣在，然后你还想学，你还有点造诣，有没有这个行业？现在在你眼里有啊？哪个行业有？当游戏主播，使个可力去给人家满命可力，拥有一个满命可力吗？我要玩原神。不是，你是想拥有一个满命可力吗？拜拜。你要不要满命可力？跑了。你要不要我号给你？我满命撸迪卢克，满命可力要我给你，我还满命莫纳，
满命的勤。铁子那讲话，第二档刚开可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70多斤的号了。你要我给你，你不行当个游戏主播。我说真的呢，你当个游戏主播也行，我给你喊喊关注，对不对？完，你天天你使迪卢克，你说这个是来自佛州迪卢克，迪卢克大宝剑，你整这出也行，我给你刷点礼物。你想当游戏主播都行，就在家打游戏，你说我有理想也行。你啥理想没有？你说你这那的，你哇哇哇哇原神。挺大大小不想磕3000块钱，你欠债选手真不乐意说你。村里对你不好，怎么能对你好？给你发10万粉丝，你一开播天天哭哭给你刷礼，你看行不行？对你好不好？10万粉丝里面2万美女，让你随便选，跟谁结婚？完给你整个自动投变机，这边扒投个币进去，那边扒孩子出来，哇哇爸爸，来吧，伯南呐。哎，大头老师好，哎，啊、今天这个啊，你好，那个今天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不是少一点激情？我这个来稍微整点活，但我也不会太敏感，好吧？然后是，然后第一个问题啊，想问一下大头老师啊，咱们就是做这个，咱们现在这种沟通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这个劝咱们各个观众都没问题。但您说您骂这个走线的人，是能达到一个把他们回头是岸的目的呢？就是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劝返的，或者说是有劝开的，咱们这个实际的案例吗？有，或者然后有是吧？就是劝不是说劝返，我从来不去。那你说我要做节目效果的话。